先应该是发动机先起火的，然后后来就轮子应该爆掉了，然后所以飞机就没拉起来，然后就冲刺跑道了，那个翅膀就漏油嘛，然后就起火。我跳下来的，我是第二个跳，跳下来的时候那个火还不大，后来跑了一节呢，火就特别大，那肯定危险嘛，先吓死了。但是人都没事，受伤了有，但是没有出人命。空姐就把那个应急舱打开了，那个气垫的那个滑梯就出来了，就跳下去了。我从前面跳，后来前面过了一会儿，后面的人就跳出来，因为那个门被那个火封住了，那个气垫也被烧坏了。后来从后门跳了，应该是受伤的都到医院去了，然后没有受伤的到酒店来了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